来，这边，不玩我就打，就打，好吧？今天就是公仔，啊，明天开始游戏加公仔，后天也是，啊，明天是退取充游戏那个，你打过就不要再打了，好不好？我等一下检查，好吧？我等一下检查，得先选一个，得打超过三次的，好吧？打超过三次的，要资格哦，好吧？跟之前一样，都看得到，好不好？这三次的极限了，好不好？限了，就打，不要打太多次，不然整个画面都在洗。啊！我要抽了，我要抽了，明天是这边，好吧？我要抽了，啊，就是你在打那个，你玩应该看不到那个连接，聊天的时候比较快，你晚点或者明天起床有空，你再打金叹号抽奖。就打金叹号抽奖这边，它就会跳出一个连接，就会跳出这个连接，好吧？就跳出的连接，你再点就有。Twitch这边，还有那个 Facebook 这边 ，Facebook 这边 ，Twitch 这边你要参加，这就每周六我们固定的抽奖。它如果有开大比较连续抽奖，就会用这个连续开。然后你买票就可以连续用。比如说这次连续送那个游戏，或者上次送显卡，啊 ，Facebook 这边有两边抽不同的，对，星期六是 Twitch， 星期天会抽 Facebook， 星期六 Twitch 人要在 ，Facebook 人不用在，两边你都记得参加，好吧？啊、那个抽到你再私讯我，这样，啊，来抽，啊订阅就三倍，如果。前天昨天呢都有送订阅，这礼拜送蛮多的，昨天抽卡有送，然后前天 NL 有来送，对，那我昨天自己也有送，如果他、啊、那个下面这个就是忠诚点数，有些人有可能不知道新的退出，那、啊、我们已经原本就已经有 GB 商店了，就是新朋友就看台就会有 GB， 那就打今天的 GB 就有数量，然后 GB 商店就这边，你打GP 商店就你打 GP 兑换就有，在这边，里面原本就已经有很多东西，里面已经有很多了，对，你已经可以换了，啊就，所以这个忠诚点数我就不玩吧，下礼拜之后我会再规划一下，跟我们这个 GP 商店不一样的，因为这里面已经可以换什么 Steam 买票新游戏或者。玩游戏什么的、啊、或者是 VIP 啊或者是订阅都已经蛮多的了，对，啊你要查你就打今天要 GP 啊，这个忠诚点数我会再设计新的让你们玩，大家感谢15个月，好、啊、我们开抽，关键是这边10秒钟开抽，10多少聊天室记得回应，那订阅中奖就是3倍，9 8 7 6，啊你就抽到了你就先选，好吧你就先选，他就后面那个就是这次的御三家就有那个绿色蓝色还有白色，就三只嘛，三种属性，好吧，那开抽了，5 4 3 2 1，伊恩奈特在恭维讲话， OK， 伊恩奈特老观众了，不止老观众，话货还很多的啊！你再私信我 Facebook 看你要哪一只，好吧？啊，明天一样，同一时间。刚刚那个玩那个刚好破结局，然后那个忘记了拖到时间了。明天你们记得提醒我一下，反正就十点多会开抽，好吧？十点多会开抽。对，明天就是游戏加公仔。你再私信我 Facebook 啊。就 Facebook 记得参加，必须记得参加。现在聊天室刷比较快，看不到连接，你晚点自己打，今天要抽奖。啊，挨打，炎冷皇后，我直接啊，不能变身呢、欸。他可以被堵哎、欸，但他是巨大化的，我可不可以直接集巨炮喷他、啊？应该可以吧，两倍伤害，
哦，很痛哎，三分之一条以上。再喷一次他就死了吧，我靠，这什么东西，这是我的队友巨大化的 OK， 那你巨大化也没做什么事，还不是要靠我喷，那个队友真的是垃圾耶，队友真的是垃圾，我真的是醉了。那不能抓吧？可以吗？杂音存在，感觉到什么吗？不太确定呢。所以这还有后续的剧情呢，还不错呢。后续剧情应该起码会一直持续到抓到盾吧。OK， 所以那个原本红袄原本就是他的，只是他暴走了，弱智。还没啊，他们两个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？别太多。原来都是你在搞鬼，啊 TKPK 哦，玩野今天也开超久，我还以为他这样子开一下今天也超拼，可以啊，但星期六星期天可以找时间 PK 大赛，那 PK 要抓比较多，抓比较多要弄臭队伍也要花蛮多时间，不能放过他们呢。他的选项都没有太多差别，就让你选爽的。